今天谷歌官方宣布，面向全球广大开发者正式发布 AR Cool 1.0 以及一系列新的支持和工具。 AR Cool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的1亿部安卓智能手机上运行，使这些设备拥有先进的 AR 相关功能。谷歌表示，目前 AR Cool 可运行于13种不同型号的智能手机，其中也包括了三星、华为、LG 电子、摩托罗拉、华硕、小米、HMD、诺基亚、中兴、索尼和 vivo 在内的多家智能手机厂商展开合作，在他们将推出的产品中搭载 AR Cool， 这些设备和相关体验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面世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。